山县400亿建了个水师楼，就在这里，里面差点漏了这个地方。独山县全国赫赫有名的贷款400亿，建了一大堆的亭台楼阁，全部烂尾，没什么人来玩。
不晓得这样可以。哎，对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很漂亮，这个荷花籽好大，好壮观，还是不错的。